哦，不是，秋姐，这个点一下吧。下一个吧。又要去挑战世界冠军了，这一次我要挑战的是国语的颜值担当石雨琦。上一次跟樊姐的那场我输的实在是太惨了，这一次我准备了很久，势必要扳回一局，拭目以待吧。今天挑战你搓球怎么样？说的是你吗？好，没问题。我们就来玩答非所问。说一个今年的小喜剧。你过来啊。今年赚5000万。我是亿万富翁，我摊牌了。沙滩好美啊。嗯，球场好帅啊。眼镜。你要多的宠物叫什么名字？哦，不是，秋姐，这个点一下吧。点一下。我也是赢了世界冠军的人。你这个也没打开啊，等我回去切了拍的视频吃给你看。那行。